一个人想精神哈，必须得有好的睡眠。这好的睡眠啊，离不开一套好穿的一个睡衣哈。你看，咱们穿睡衣一定要穿这种你白纯棉的哈，穿上舒服又透气，还吸汗。特别是夏天来了哈，像这种睡衣哈，你看我身上这个睡衣，之前是卖100多块钱的，我是不舍得买哈。现在它做活动破价了哈，只要59.9块都给咱包到家了，还有运费险。然后而且我就比较喜欢这个颜色的一个搭配哈，它是这种红色的条纹和粉色条纹的一个拼接，特别洋气。最主要是哈，它胸前的这个蝴蝶结特别好看，你看见没？还有哈，它这个领口啊还是这种 V 领的，包括你来细看一下，它的所有的地方都是这种全包边包条哈，做工质量特别好哈。来给你们大概看一下这个内里哈，全部都是这种纯棉的一个材质哈，质量特别好。你看外边是这种，里边是这种，这个衣服哈就是一般的，你拿到手里边一股浓浓的棉花味哈。就是说像咱们穿贴身穿，一定要穿这种纯棉的，就这个睡衣哈，一年四季都能穿。你在夏天你晚上你直接就穿到身上，特别是空调屋是不是，你就穿一个这样的，是不是非常方便？这个睡衣哈，有需要的姐妹可以趁着人家做活动哈去买个一单，真的超级好，一百面哈。